在飞机上认识的男人是怎么勾引到手的？你在好奇些什么呢？怕我会跟佳音小姐说些什么吗？哥这个周末要举办相见礼，我要过去看看她是什么样的女人，在一个月内就想结婚，难道你们都不觉得这样子很夸张吗？妈，她就是那个女人，这五年来心甘情愿的血甩掉她的女人，要马上报警把你抓起来。你那无知的妈妈跟姐姐，拜托你阻止他们。他被对方多么狠心的背叛，佳音小姐绝对无法想象。小姑喜欢的男人到底是谁？对我来说，我已经不相信爱情了。爱到最后，未来戏剧台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。